咱台湾的百姓付出了着上界大的努力，为咱的台湾的乡亲士大付出上界多，民代话无散，来自咱高雄，咱的台新做台湾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节目台前，民代话无散，咱的台新做台湾，拍一个我掌的环节，拍一个我掌的环节，咱们接住咱的台新做台湾，现在来顺利的进行中。今天这个南区的英特尔，我们那对英特尔叫富华光贤南委员哦，你是人我身边那无不是，我干杯叫富华，我那叫富华吼，这是提供提供啊，提供提供地方，讲来搞我这个富华富光啊，光贤南委员都拍起来冲啊！全台湾的服务，以后我接任他们服务处，大家拢知啊，吼、哦，以后我接任他们服务处，因为是不如故的，所以全国服务案件钱啊，拢是在跳啦，吼、哦。拄只伊在讲到台湾中国一面之光，他说啊，不能讲伊在啊，做政委教授啦，北社社长啦，包括台湾国民市政府召集人等等这三六级的。加白膜啊，人讲大家白膜啊，高雄都应该去学你个，哦，咱呢，我那出面了等等都应该了啊。他说啊，我只要参拜三位神尊神像了后，我会主动跟我讲，讲我来加办一个，应该在后尾主动加受彩大，讲叫我加受彩大，我应该要那个收八啊百户，你叫我代表阿弟叔叔。那个受证据，这种啊意见，我咱来报告现场，我咧等候要演讲啊吼。在座几位乡亲，从我这个句话，副公安来讲，民进党不合理，太强太顽强，不是真是讲怎撤退呀？我讲你甲真来讲，你甲真你敢知？高人超多提名了后，讲未使讲是真是讲，我讲你快水将吃水呀！啊，这边讲国语啊，这边在唱啊。所以三十几个连锁，我当家话台湾中国，但我是变一道，我面对这个叫了，咱这个委员哦，无事讲要去甲总统讲，要去甲社会主席讲，但我话台湾中国，但我是变一道，我听看卖嘞，台湾中国，台湾中国，台湾中国，从古以来。当地阿比总统在受难的时阵，我含英特尔我无识识，我都甲讲我做水电人，我唔敢去讲我做英特尔，因为我讲伊无识。我讲大人到一个北坎北的田阿比啊，他比我更加吃死俩。啊，结果人传真好啊，啊英特尔伫现场观点无得变，水电第一遍我甲无识，甲无听。你好，朝廷各位，我有当时啊，咱家己咧做事业务，无法度参见田阿扁现场，伊拢教伊，留我厝我搞讲，讲你今日要甲因田阿扁讲哦，有咧听我讲，我讲伊啊，我讲田阿扁咧口业，不做爱啥假假的，袂使做啦，你命靠你咧，其他其他台湾人有够够。我这个国委员拢平常，他爱就大学毕业啦。我
言带威人言带笑，这个人破戒小戒两下天啊。他波人在那讲话面前在那里啊没讲哦，啊在那笑啊，啊没讲在那哭啊，啊这款人笑讲。你若讲要予咱做假，咱无够面对不对啊？面够就代表你。